这大概是速通网 Small Ant 运气最好的一次全闪通关记录了。你看它刚进游戏才四个小时 ，SL 了1352次，就刷出来第一只闪光小巨鳄。还记得以前一直以为它叫水子呢。第二只闪是满金市郑辉送的伊布，这时主播已经耗时15小时和2633次 SL 大法。第三只闪是愤怒之狐的避闪暴鲤龙，拿来凑数用的。第四只闪，其实它在41小时就遇到了。可当时主播忙着和粉丝聊天，直接给漏了。但主播依旧没放弃，再次 SL 了937次后，终于再次刷出闪完皮蛋。第五只闪是龙蟹长老送的迷你龙，只刷了20次就出了。第六只闪毫无疑问刷的是洛奇亚，本以为神兽没那么容易闪，结果主播 SL 了290次就刷到了。顺带满血勾击球一球补装，最后为了打 Red， 主播又刷了409次抓了只闪凤凰。看到这儿，萌友我只想问主播，你还健在吗？对了，视频同款游戏，点击主页链接哦。